我们节目继续来看，在西雅图2013年彩虹雷藏寺，莲生法王卢胜彦为弟子做生机的精彩内容。行，你先。还有那个飞上去，那个狼跟吸血鬼的电他们还有哇，还有电视啊！对啊，就他们在这边不要像去年这样了。很多人他们挤不到前面的可以看的。请将我翻一下。好，那谁那个点情啊，点情，点香点香，拜师要拜一下。点香啊，不拜别问。好像没兴趣的拜一下。先进行。总人生发的神通变化，一道合进。做供养 ，Om Sava。达他卡达伊达摩古鲁那那免查拉堪尼涅达米 ，Om 阿吽。念这个啊，太上老君。树代表我的心。